许多人的童年伴随着孙悟空的斩妖除魔渐渐模糊在记忆里。这款胜者归来城堡成功地融入了孙悟空、哪吒的神话形象和大闹龙宫的元素，将人们儿时最熟知的经典再次呈现了出来。城堡造型新颖，乐趣繁多，室内室外都可经营。趁着暑假假期，能填补许多成本投入。感兴趣的游乐场老板们可以加关注，详细了解。